但在巅峰机械离谱操作，全国第一的记录竟然是被咸鱼抽过去了。这究竟是刚毅爱人还是刚毅仇人啊？一起来看看今日的粉丝投稿。知道承认错误就好，但是我还是要罚你，罚你。这粉蛋和麻辣毛蛋玩得好好的，这杨幂就要横插一脚，这下好了，粉蛋一屁股直接蹭走，真的是不足不会死啊。输入我真该，后面就会出现有趣的词，让我也来试试。我真该换个蛋搭子。Oh my god！ 我翘，这可不是我的真实想法啊。好家伙，这新的蛋仔的人才真的是越来越多了，竟然凭借这些音效能做出一首歌来，我要好好研究一下，我也能想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男神和东东总变卧龙凤雏了，那想嘎蛋不成，还能把自己给送走啊，不愧是一队的。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我玩这个，我的呀，玩这个，我玩。我的妈，这把之前在意的全都叫过来了，不知道最后是谁能抢下这个地盘呀。